句话代表你是妈妈。爸爸起床，爸爸来喽。一句话代表你是妈妈。好了没？一句话代表妈妈。我数到三、二、一。一句话代表你是妈妈。爸爸起床，爸爸来喽。一句话代表你是妈妈。过来。一句话代表你是妈妈。好了没？一句话代表你是妈妈。不要让我生气了。一句话代表妈妈。我数到三。二一，一句话代表你是妈妈，赶快吃。一句话代表你是妈妈，不要吵。花姐，一句话形容你是妈妈，甜美。笑死，怎么每一句都中？跨年戏妈妈签到，我妈都说几点了，赶快睡觉。在马来西亚学校开学的前一晚，发现他并没有把假期作业写完，不喝水、不发呆、不走来走去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两个小时内完成作业的目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特派记者李老妹，将为大家插播一条即时新闻。记者在热心民众的带领下，在雪兰莪普种郊外区发现了一名年约11岁的男性，在马来西亚学校开学的前一晚，发现他并没有把假期作业写完。根据调查，被该名男子遗忘的作业科目已被证实为没有可能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的数学作业。记者在采访热心民众的时候，热女士也强调，目前预测的时间是在该名男子不喝水、不发呆、不走来走去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两个小时内完成作业的目标。该名男子也表示，希望民众能为他打气，给予祝福，让他有力量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奇迹。你以为与孩子的旅行可爱，好可爱，超级可爱，事实上是哭，在地上，还是在哭，还是在地上，不是在哭，就是在地上，不是在哭，就是在地上，就是在地上。如果没有在哭，就是在酝酿。出国不带娃，寿命会延长。带出国真的很挑战妈妈。我都说成年之前，我不想带她出门。不要问女人为什么一天到晚都想往娘家跑。因为回家之后，小孩妈妈会哭，有人会帮忙喂饭，让我可以好好的吃饭，终于不用狼吞虎咽的吃饭了。爸爸会陪他玩，没好，你能自己写字吗？我也不用追着他喂饭，甚至还有切好的水果可以吃。当然洗澡也不是我洗，还可以偷跑出去。而我只要坐在旁边耍废。妈妈，我舍不得走，但我女儿一次拜拜。